4月19号的清晨5点，海岸山脉的天空月如钩，但黑雾随后越过海岸山脉，不久后却又出现美丽的纵谷云岚。但是在台东纵谷关山池上段却浓雾弥漫，台九线上关山往池上的方向也是被浓雾所占领，视线明显不佳。开车者移开大灯，减速慢行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关山往海端的方向也渐渐的被浓雾所封锁。再出来往池上看，但见磅礴的云雾快速的减动，气势惊人。但残余的海岸山脉火烧云也还在天空。从出来往南横看，云雾沿着卑南溪快速的往出来大桥移动，没一会儿功夫，出来大桥就消失在云雾之中。这种浓雾的景象，这种一日数变的气象景观，在台东纵谷其实并不多见。